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无聊实验室。过年的时候，大家最爱打麻将了。很多麻将高手在看牌之前，只要用手指轻轻一摸，就可以轻易的分辨这张是什么牌。小编觉得实在是太神奇了，但是又很好奇，如果是没有打过麻将的人，能不能也摸出正确的牌呢？所以今天就由没打过麻将的小编来试试看摸牌吧。实验开始。没打过麻将能摸出正确的牌吗？答案是看运气。哇哦！其实如果抽到像这种比较简单的牌，用心去感受，慢慢摸还是摸得出来。只是如果每张牌都这样摸，你可能会被朋友白眼，以后再也没有人要跟你一起打牌了。所以如果你没办法马上摸出来的话，还是直接翻牌比较快吧。那我们今天实验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这个视频可以帮我按个赞，并关注新凤鸣海外旗舰店。要是你想到什么超级无聊实验，想要小编替你做做看的话，你可以在底下留言，我都会亲自回复哦。那我们下周见，拜拜。